西元十五世纪，中国的瓦砾版印刷技术传入去欧洲，需要一种新的艺术创作素材，目口目刻版画，嘛伫咧欧洲来诞生。因为这项版画艺术创作伫咧台湾是真罕见，国立中华生活美术馆是特别邀请版画艺术家王玲兰老师展出伊的目口目刻版画作品。种植的版画也是用真正的茶，譬如讲小楠木或者是樱花木等茶料来当作刻板，幼丽的程度是让作品看起来相当的写实。好，这个版种呢，它的特色是它非常的细致，很写实，然后呢很精致。那用的推刀也非常的特殊，它的刀口呢大部分是菱形的，那利用菱形推刀或者是叉三角锥形的推刀呢，做很细腻的去雕凿，用点线面去雕凿这个画面，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到我的作品呢走的是非常写实的一个风格。王老师说，木口木刻的版画这项艺术创作在台湾不是很好推广，除了刻板不容易拿到以外，最重要的是要用很多时间和精神才有法度完成一件作品。从整理版面到刻板到印好到整个表贴，大概要一个月的时间才能完成一张作品，所以呢产量比较慢一点点。这也就是台湾的年轻的学生们、大专生们，他们比较不愿意去从事这个版种的主因，因为它的速度太慢。因为这项版画创作在台湾真罕见，中华生活美学馆特别邀请王老师来办个展，展出的作品也来分享，用小楠木、黄杨木和樱花木等等茶雕刻出来的刻板。大专新闻中心梁中华采访报道。